信乎？坤曰：天子以为周君乱命，总管令公将兵讨之，而便起洛阳，兄问今至矣。总管反兵河北，复难京师，为众所推，以复人望。阿保机仰天大哭曰：晋王与我约为兄弟，何难天子即无耳也？昨闻中国乱，欲以甲马五万往助我儿，而渤海未除，志愿不遂。又曰：我儿既没，理当取我商量，新天子安得自立？坤曰：新天子将兵二十年，未至大总管，所领精兵三十万，天时人事，岂可得为？其子突遇在侧曰：使者无多言，西田夺牛，岂不为过？坤曰：应天顺人，岂比匹夫之事？至如天皇亡德国而不待，岂强取之邪？阿保机即谓劳坤曰：理正当如是耳。又曰：吾闻此而有功必两千人，乐观千人，放鹰走狗，是酒好色，任用不孝，不习人民，此其所以败也。我自闻其祸，即举。PG 582。加断酒，解放鹰犬，罢散乐观。我亦有诸部乐观千人，非公宴不用。我若所为累无儿，则亦安能长久？又谓坤曰：吾能。汉语然绝口不道于不仁，惧其笑汉而怯弱也。应戒坤曰：尔当先归，吾以甲马三万会新天子忧，朕之间共为盟约，与我幽州，则不复侵辱矣。阿保机攻渤海，取其服于一城，以为东丹国，以其长子仁皇王突遇为东丹王，以而阿保机病死。数律护其丧归西楼，立其次子元帅太子要屈之。坤从至西楼而还。当阿保机时，有韩延辉者，幽州人也，为留守光参军守。光遣延辉聘于契丹。延辉见阿保机不败，阿保机怒，留之不遣，使牧养马。久之，知其才，召与与其之，遂用以为谋主。阿保机攻党项，是为伏诸小国，皆延辉谋也。延辉后逃归，是庄宗。庄宗客将望坚赠之，延辉惧，求归幽州省其母。行过长山，逆王德明家居数月，德明问其所向，延辉曰：吾欲复走契丹。德明以为不可，延辉曰：阿保机失我，如丧两目，而者手足，今复得我，必喜，乃复走契丹。阿保机见之，果大喜，以为自天而下。阿保机见号，以延辉为相，号正侍令。契丹未知，重闻令功，后促于鲁。要屈之后更名德光。葬阿保机木叶山，谥曰大圣皇帝，后更其名曰义。德光历三年，改元曰天显，遣使者以名马聘堂，并求碑石为阿保机刻名。明宗后礼之，遣飞圣指挥使安念德报聘。定州王都反，唐遣王彦求讨之，都以蜡丸书走契丹求援。德光遣突馁、策剌等以其五千救都，都及突馁及燕求于曲阳。
为燕球所败。德光又遣替尹赫邈一突馁以其七千，燕球又败之。于唐河，赫邈与数骑反走，至幽州，为赵德军所执，而燕球攻破定州，秦突馁、策剌皆送京师。明宗斩突馁等600余人，而赦赫邈，选其壮健者50余人为契丹职。 PG 583。 初，阿保机死，长子东丹王突欲当立，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服于代之，将立以为嗣。然述律尤爱德光，德光有智勇，素以服其诸部，安端已去，而诸部悉述律意，共立德光。突欲不得立，长兴元年，自服于泛海，奔于唐。明宗因赐其姓为东丹，而更其名曰木华，以其来自辽东，乃以瑞州为怀化军。拜木华怀化军节度、瑞慎等州官察处置等使，其部区5人皆赐姓名，罕指曰罕有通，木格曰木顺义，撒罗曰罗宾德，义密曰义师人，盖里曰盖来宾，以为归化、归德将军郎将。又赐前所获赫邈姓名曰狄怀惠，扎烈曰烈之恩，策剌曰元之感，弗郎曰弗怀造，节师契曰契怀佑。其余为契丹职者，皆赐姓名。二年，更赐突欲姓李，更其名曰赞华。三年，以赞华为义成军节度使。契丹自阿保机时侵灭诸国，称雄北方，即旧王都为王偃求所败，丧其万骑，又失赫邈等，皆名将，而数律由思念突欲。由是卑辞后必数遣使聘中国，因求归赫邈、策剌等，唐者斩其使而不报。当此之时，中国之危急振。距幽州北700里有榆关，东临海，北有兔耳、覆舟山，山皆斗绝，并海东北仅通车，其旁的可根植。唐时至东西峡时，鹿畴、米砖、长杨、黄花、紫蒙、白狼等树以遏契丹于此。树兵常自根时，唯一续岁给幽州，久之皆有田宅，养子孙，以坚守为己利。自唐末幽冀割据，树兵废散，契丹因得出县平营，而幽冀之人遂苦寇抄，自涿州至幽州100里，人迹断绝。转向常以兵护送，契丹多伏兵沿沟以及夺之。庄宗之末，赵德军镇幽州，于沿沟至良乡县，又于幽州东50里筑城，皆数以兵，即破赫邈等，又于其东至三河县。由是幽冀之人使得耕牧，而书饷可通。德光乃西徙横杖居魁剌伯，出寇云朔之间。明宗患之，以时进唐镇河东，总大同、张国、镇武、威塞。PG 584等军遇之，应顺、清泰之间，调发馈饷，远近劳弊。德光视其母甚谨，常侍立其策，国事必告而后行。时进唐反，唐遣张敬达等讨之。敬唐遣使求救于德光，德光白其母曰：吾常梦十郎召我，
而食者果至，岂非天邪？母召胡巫问吉凶，巫言吉，乃许。是岁九月，契丹出雁门，车骑连亘数十里，将至太原，遣人谓晋唐曰：“吾为尔今日破敌，可乎？”晋唐报曰：“皇帝赴难，要在成功，不在速，大兵远来，而唐军甚甚，愿少待之。”使者未至，而兵已交，晋达大败。晋唐也。出北门见德光，约为父子，问曰：“大兵远来，战速而胜者何也？”德光曰：“吾为唐兵能守雁门而扼诸险要，则是未可知。今兵长驱深入而无阻，吾知大势必济，且吾兵多难久，以神速破之，此其所以胜也。”晋达败，退保晋安寨，德光为之。唐遣召德军，延寿救晋达，而德军父子按兵团博古不救。德光谓晋唐曰：“吾三千里赴义，亦当撤头。”乃筑坛进城南，立晋唐为皇帝，自解衣冠备之，策曰：“兹尔子晋王，与世尔有子，尔是与由父。”以而阳光远杀张晋达将晋。晋高祖自太原入洛阳，德光送至潞州，召德军延寿出将。德光谓晋高祖曰：“大事已成，吾命大相温从尔渡河，吾亦留此，伺尔入洛，而后北临绝，执手虚系，托白貂裘以衣高祖，以以良马二十匹，战马千二百匹，戒曰：‘子子孙孙无相忘，时天险九年也。’”高祖已入洛，德光乃北直召德军，延寿已归。德军忧周人也，是留守光，守文为军校，庄宗伐燕得之，赐姓名曰李少兵。其子延寿本姓刘氏，常山人也，其父原为条县令。刘守文攻破条县，德军的延寿并其母种氏而纳之，因以延寿为子。延寿为人资直言柔，稍涉书史，明宗以女妻之，号兴平公主庄。明之事，德军镇幽州十余年，以延寿故，由见信任延寿。 PG 585。明宗时为枢密使，罢，至废帝立，复以为枢密使。晋高祖其太原，废帝遣延寿将兵讨之，而德军亦请以镇兵讨贼，废帝察其有意志，使自飞狐出击其后，而德军难出吴，会延寿于西塘。延寿因以兵属之。废帝以德军为诸道行营都统，延寿为太原南面招讨使。德军为延寿求镇州节度使。废帝怒曰：“德军父子握强兵，求大镇，苟能败契丹而破太原，虽待与亦可。若碗口要军，但恐犬兔俱毙。”因遣使者去德军等进军。德军因遣人聘德光，求立己为帝。德光指穷庐前巨石，谓德军使者曰：“吾已许石郎矣，石烂可改也。”德光至潞州，所德军父子而去。德光母述律见之，问曰：“汝父子自求为天子何邪？”德君惭
不能对，昔以田宅之极限之。数律问何在，曰幽州。数律曰，幽州属我矣，何限之为？明年得君死，得光以言。授为幽州节度使，封燕王。契丹当庄宗、明宗时攻陷营，平二州，即以利晋、右的燕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，合一十六州，乃以幽州为燕京，改天显。十一年为会同元年，更其国号大辽，置百官，皆依中国，参用中国之人。晋高祖每遣使聘问，奉表称臣，遂书卷三十万匹，其余宝玉珍异，下至中国饮食诸物，使者相属于道，无虚日。德光曰，高祖不称臣，更表为书称，而皇帝如家人礼。德光遣中书令韩炯奉册高祖为英武名义皇帝。高祖复遣赵寅、冯道等以太常鲁部奉册德光及其母尊号，终其事奉之甚谨。高祖崩，初帝即位，德光怒其不先以告，而又不奉表，不称臣而称孙，数遣使者则进。晋大臣皆恐，而谨言广对契丹使者欲独不逊。德光亦怒，杨光远返青州，招之。开运元年春，德光倾国南寇，分其众为三，西出雁门，攻并代刘之远籍，败之于秀荣，东至于河，陷亳州，以应光远。德光与延寿南攻陷贝州，德光屯元城，兵及黎阳。晋初帝亲征，遣李守贞等。PG 586。东驰马加渡，击败契丹。而德光与晋相聚于河，越于闻马加渡兵败，乃引众及晋，战于七城。德光临阵，望将晋军旗帜光明，而是马严整，有惧色。谓其左右曰：“杨光远言晋加兵马，半已饿死，何其甚也！”兵既交，杀伤相伴，正见断剑遗足，步后寸余。日暮，德光隐去，分其兵为二，一出沧州，一出深州已归。二年正月，德光复倾国入寇，为郑州。奋兵攻下古城等九县，杜重威守郑州，避避不敢出。契丹南略行，明辞至于安阳河，千里之内焚飘殆尽。契丹见大桑木，马曰：“吾之子披袄出自汝身，吾岂容汝活邪？”树心于木而焚之。是时初帝病，不能出征，遣张从恩、安审琦、黄甫玉等御之。御前渡漳水，御契丹，战于榆林，己为所虏。审琦从后救之。契丹望将陈起，为救兵至，隐去。而从恩未窃，不敢追，亦隐兵南走黎阳。契丹以北，而出地极少间，乃下诏亲征，军于禅州，遣杜重威等北伐。契丹归至古北，闻晋军且至，即复引而南，及重威战于阳城、渭村，晋军饥渴，凿井折坏，脚泥之而引。德光坐西车中，呼其众曰：“晋军尽在此矣，可深擒之，然后平定天下。”会天大风，
晋军奋死击之，契丹大败，德光丧车，骑一白驼驼而走。至幽州，其首领大将各吃数百，独赵焉受免焉。是时，天下旱荒，晋人苦兵，乃遣开封府军将张辉、贾共奉官聘于契丹，奉表称臣，以修和好。德光与不逊，然契丹亦自宴兵。德光母述律常谓晋人曰：“南朝汉而争得一相握邪？自古闻汉来何藩，不闻藩去何汉？若汉而时有回心，则我亦贺席通好。”晋亦不复遣使，然数以书昭召延寿。延寿见晋衰而天下乱，常有意亏中国，而德光亦常许延寿灭晋而立之。延寿的晋书伪为好辞报晋，延伸献鲁司归曰：“晋发兵为应，而德光将高木汉驿诈以营州将晋，晋君臣皆喜。”三年七月，遣杜重威、李守贞、张彦泽等出兵为延寿应兵。PG 587，驱瀛州，木汉空城而去。晋军至城下，见城门皆起，已有伏兵，不敢入。遣梁汉章追木汉及之，汉章战死。众威等军屯武强。德光闻晋出兵，乃入寇郑州。众威西屯中渡，与德光加水而军。德光奋兵，并西山出晋军后，攻破栾城县，现有齐军千人，皆降于鲁。德光每获晋人，刺其面，闻曰：“奉敕不杀，纵以南归。”众威等被为良爵，遂举军将。德光喜，谓召延寿曰：“所的汉儿皆与尔，因以龙凤者袍刺之，使一以服晋军，亦以者袍刺众威。遣副助而兼张彦泽将其两千先入京师，进出地狱。太后为将表，自陈过旧。德光遣解礼以手诏赐帝曰：“孙儿旦勿忧，管取一吃饮处。”德光将至京师，有司请以法驾奉迎。德光曰：“吾公换甲位，以定中原，太常之疑，不暇故也，止而不用。”出帝与太后出交奉迎，德光辞不见，曰：“岂有两天子相见于道路邪？”四年正月丁亥朔旦，晋闻五百官班于都城北，望帝拜辞，素服纱帽以待。德光被甲衣貂帽，立马于高刚，百官俯伏呆醉。德光入自封丘门，登城楼，遣通事宣言谕众曰：“我一人也，可无惧。我本无心至此，汉兵引我来耳。”遂入晋宫，宫中平祭营业，皆不顾，系出宿于赤冈。封出帝复一侯，迁于黄龙府。癸巳，入居晋宫，以契丹守朱门，门武殿庭皆折犬挂皮，以为宴甚。甲午，德光胡服侍朝于广政殿，以为被中国官服，百官常参，起居如晋仪，而瞻求左衣刃。胡马西车，罗列皆毕，晋人俯首，不敢仰视。二月丁巳朔，今吴六军殿中审帐，太常乐舞陈于庭。德光官通天官，服将纱袍，执大圭以示朝。大赦，
改晋国为大辽国，开运四年为会同。十年，德光长许赵延寿灭晋而立以为帝，故契丹及晋，延寿常为先锋。掳掠所得，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。德光以灭晋而无力，延寿亦，延寿不敢自言，因李松以求为皇太子。德光曰：“吾。”PG 588。于燕王魔所爱袭，虽我皮肉，可为燕王用者，无可割也。吾闻。皇太子是天子之子，燕王岂得为之？乃命与之迁至翰林学。是张立敬拟延寿中京留守，大丞相、录尚书事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德光所比，图其录尚书事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只以为中京留守、大丞相。而延寿前为枢密使，封燕王皆如故。又以立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、统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与故晋襄和宁并为宰相。立明宗时，翰林学士，晋高祖起太原，唐废帝遣立都赵延寿晋军于团博谷，以而延寿为德光所所。并立迁于契丹。德光重其文学，仍以为翰林学士。立长思归，逃至晋上，为追者所得。德光责之，立曰：“臣本汉人，衣服饮食言语不同，今思归而不得，生不如死。”德光故其通事高唐英曰：“吾戒而备。”善待隐人，至其逃去，过在耳也。因吃唐英一百而呆立如故，其爱之如此。德光将事朝，有司给延寿貂蝉冠，立三品官服。延寿与立皆不肯服，而延寿别为王者官以自意。立曰：“吾在上国时，晋遣冯道奉册北朝，道击二雕官，其一宰相韩延辉官之，其一命我官之。今其可降服邪？”卒官貂蝉以朝。三月丙戌朔，德光服靴袍，欲重元殿，百官入阁，德光大悦，故其左右曰：“汉家一物，其甚如此？我得于此殿坐，岂非真天子？”邪？其母述律遣人赍书及阿宝赍明殿书赐德光。明殿若中国临请下宫之至，其国君死葬，则于其墓侧起屋，谓之明殿。至官属直司，遂时奉表起居如士绅。至明殿学士一人掌达书诏。美国有大庆调，学士以先君之命为书以赐国君，其书常曰报儿。皇帝云：“德光以灭晋，遣其不足求豪及其通事为诸州镇刺史、节度使，扩借天下钱帛以赏军。胡兵人马不给粮草，遣数千骑分出四野，劫掠人民，号为打草谷，东西二三千里之间，民备其都，远近怨皆。”汉高祖起太原，所在州镇多杀契丹守将归汉。 PG 589。德光大惧，幼时已热，乃以萧汉为宣武军节度使。汉契丹之大族，其号阿波。汉之妹亦嫁德光，而阿波本无姓氏。契丹呼汉为国舅，即将以为节度使，李松为质，姓名曰萧汉，
于是使信消。德光以流汗手便乃北归，以境内诸司祭数宫女诸君将簇数千人从，自黎阳渡河，行至汤阴，登酬祠冈，为其宣徽使高勋曰：“我在上国，以打为食肉为乐。自入中国，心常不快。若得复无本土，死亦无恨。”勋退而为。人曰：“汝将死矣。”襄州梁辉杀契丹守将，必臣据守。德光引兵破之，城中男子无少，长皆屠之，妇女西驱一倍。后汉已亡。季弘镇襄州，得独楼十数万枚，为大冢葬之。德光至临明，见其景亦荒残，校尉进人曰：“至中国至此，皆燕王为罪首。”又故张立曰：“尔亦有立焉。”德光行至栾城，得及促于杀。胡林契丹破其腹，去其肠胃，食之以盐，宰而北，尽人谓之。第八，燕永康王戊玉立，是德光为四圣皇帝，号阿保机为太祖，德光为太宗。 PG 590卷73四一附录第二。戊玉，东丹王突遇子也。突遇奔于唐，戊玉留不从，好勇康王。契丹好引人血，突遇左右讥切，多次其臂损之，其小过折挑木窥啄，不胜其毒。然喜宾客，好饮酒，公话颇知书。其自契丹归中国，载书数千卷，枢密使赵延寿美甲其一书一，今皆中国所无者。明宗时，自华州朝京师，遥领武信军节度使，使其奉赐甲第一区，宫女数人。契丹兵驻进于太原，唐废帝遣患者秦继明、黄臣使李彦深杀突遇于其地，晋高祖追封突遇为燕王。德光灭晋，戊玉从至京师。德光杀继明、彦深及其家资，悉以赐戊玉。德光死栾城，戊玉与赵延寿及诸大将等俱入郑州。延寿自称权知军国事，遣人求郑州管要于戊玉，戊玉不与。延寿左右曰：“契丹大人聚而谋者汹汹，必有变，宜备之。京中国之兵犹 有万人，可以击虏，不然势必不成。”延寿犹豫不决。戊玉妻延寿以为妹，五月朔旦，戊玉召延寿及张立、李松、冯道等置酒，酒数行。戊玉谓延寿曰：“妹自上国来，当一见之。”延寿欣然与戊玉俱入。时请戊玉出座，笑未立。等曰：“燕王谋反，所知矣。诸君可无虑也。”又曰：“先帝在汴州与我运算元一经，许我知南朝军国事，昨闻请急，无一命。燕王安得自善邪？”立等罢去。戊欲召延寿廷立而截之。延寿 PG 591不能怼，乃遣人监之，而及其家资。戊欲宣德光一致曰：“永康王大圣皇帝之嫡孙，仁皇王之长子，可于中京即皇帝位。中京契丹卫郑州也。遣使者告哀于诸镇。”
萧汉文德光死，弃汴州而北，至郑州，物欲已去。汉以其为张立宅，直立而责曰：“汝教先帝勿用胡人为节度使，何也？”立对不屈，汉所知世系立促。勿欲为人俊伟，易公化，能饮酒，好礼事。德光常赐以卷数千匹，勿欲散之，一日而尽。勿欲以利，先遣人报其祖母述。律述律怒曰：“我儿平静取天下，有大功业，其子在我侧者，当立；而人皇王被我归中国，其子岂得立邪？”乃率兵逆勿欲，将废之。勿欲留其将马打守郑州，尽诸将相随德光在郑州者皆留之而去。以翰林学士徐台福、李汉从行，与其祖母述律相聚于石桥。述律所将兵多亡归勿欲，勿欲乃忧述律于祖州。祖州阿保机木所也。述律为人多智而忍。阿保机死，西召从行大将等七，谓曰：“我今为寡妇矣，汝等岂已有夫？”乃杀其大将百余人，曰：“可往从先帝左右有过者，多送木叶山，杀于阿保机木对中，曰：‘唯我见先帝于地下。’大将赵思温，本中国人也，以才勇为阿保机所宠。述律后以事怒之，使送木叶山，思温辞不肯行。述律曰：‘尔先帝亲信，安得不往见之？’思温对曰：‘卿莫如后，后何不行？’述律曰：‘我本欲从先帝于的下，以子幼，国中多故，未能也。然可断无一臂以送之。’左右切见之，乃断其衣腕，而视思温不杀。初，德光之极敬也。述律常非之曰：‘吾国用一汉人为主可乎？’德光曰：‘不可也。’述律曰：‘然则汝的中国不能有，后必有祸，悔无及。’以德光死，载其尸归。述律不哭而抚其尸曰：‘待我国中人畜如故，然后葬汝。’以而勿欲求之，后死于木叶山。” PG 592。勿欲更名阮，号天寿皇帝，改元曰天禄。是岁八月，葬德光于木叶山，遣人至郑州召冯道、何宁等会葬。使者至郑州，郑州军乱，大将白在荣等逐出麻达，据定州，以而息其众一倍。麻达者，德光之从弟也。德光灭晋，以为行州节度使，勿欲立，命守郑州。麻达由酷虐，多掠中国人，包面、掘目、拔发、短腕而杀之。出入场以前凿挑割之具自随，寝处前后挂人杆，颈、手、足言笑自若。郑定之人不胜其毒。麻达已去，冯道等乃南归。汉干佑元年，勿欲率万骑攻行州，县内丘契丹入寇，常以马嘶为后。其来也，马不嘶鸣，而毛戟夜有光。又月时，鲁众皆惧，以为凶，虽破内丘，而人马伤死者太半。勿欲立五年，会诸部酋长，复谋入寇，
诸部大人皆不欲，勿欲强之。燕王述札与太宁王偶李森等率兵杀勿欲于大神殿。德光子齐王述律文乱走南山，契丹即杀述札偶李森，而迎述律以立。述律立，改元庆历，号天顺皇帝，后更名景。述律有疾，不能尽妇人，左右给事，多以患者。然田猎好饮酒，不恤国事。每酣饮，自夜至旦，昼则长睡，国人谓之睡王。初，勿欲常遣使聘汉，使者至中国，而周太祖入立。太祖父遣将军诸县报聘，陷骸而勿欲死。数律立，遂不赴南寇。显德六年夏，世宗北伐，以保大军节度使田景贤为御口官部署，又神武统军李弘信为河流口部署，前凤翔节度使王彦为义经官部署，侍卫清军马部都虞后韩通为陆路都部署。世宗自甘宁军域龙州楼船战舰首尾数十里，至义经关，降其守江而河路舰峡，舟不能进，乃舍舟路行。瓦桥迂口关，迎莫舟守江，皆迎将方下令进攻幽州，世宗欲急，乃至雄州于瓦桥关，罢舟于义经关而还。舟师下三关，迎莫兵不血刃。数律闻之，谓其国人曰：“此本汉的，今已还汉，又何习耶？”数律后为 PG 593，跑者因其罪而杀之。呜呼！自古夷狄服叛，虽不系中国之盛衰，而中国之治夷狄，则必因其强弱。与独州日历见世宗取营末定三官，兵不血刃，而使官击其以王者之师，持千里而袭人，亲万臣之众于环尾之间，以侥幸一胜。夫兵法绝机因事，有不可失之时。世宗南平怀殿，北伐契丹，陈其甚威，及其昏殆，是徒见周师之出何速，而不知数律有可取之机也。是时数律已为周之所取，皆汉故地，不足故也。然则十四州之故地，皆可指挥而取矣。不幸世宗遇疾，攻至不救。然迎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，而十四州之俗，至今陷于夷狄，彼其为志起，不可袭，而其功不亦壮哉？夫兵之变化趋身，岂区区守长谈者所可识也？初，萧汉文德光死，北归，有同州河阳县令胡乔为汉长书记，随入契丹，而汉妻真实告汉谋反，汉剑杀乔摩所依，居鲁中七年。当周广顺三年，王归中国，略能到其所见云：自幽州西北入居庸关，明日又西北入石门关，关路崖峡，一夫可以当百，此中国控扼契丹之险也。又三日至克韩州，南望五台山，其一峰最高者东台也。又三日至新武州，西北行五十里有鸡鸣山，云唐太宗北伐闻鸡鸣于此，因以鸣山。明日
入永定关，此唐故关也。又四日，至归化州。又三日，登天岭，岭东西连亘，有路北下，四顾明然，黄云百草，不可穷极。契丹谓乔曰：“此词乡岭也，可亦难忘而为永绝。”同行者皆痛哭，往往绝而复苏。又行三四日，至黑鱼林。十七月，寒如深冬。又明日，入斜谷，谷长五十里，高崖峻谷，仰不见日，而寒尤甚。已出谷，的平地，气稍温。又行二日，渡黄水。又明日，渡黑水。又二日，至汤臣店，的气最温，气丹若大寒，则久温于此。其水泉清冷，草软如绒，可借以寝，而多一花。 PG 594。 记其二种，一曰汗巾，带如掌，金色烁人；一曰青囊，如中国金灯，而色类蓝可爱。又二日，至宜昆州，渡涉湘河，自幽州。至此五里后，其所向不知为南北。又二日，至赤崖，汉与兀遇，相及，遂及数律战于沙河。数律兵败而北，兀遇追至独树渡，遂求数律于扑马山。又行三日，遂至上京，所谓西楼也。西楼有一乌氏寺，交易无钱而用布。有林景珠工作，患者翰林技术教房脚底秀才僧尼道士等，皆中国人，而病焚忧寄之人尤多。自上京东去四十里，至珍珠寨，始食菜。明日东行，地势渐高，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，遂入平川，多草木，始食西瓜。云契丹破回合得此种，以牛粪覆棚而种，待如中国冬瓜而未干。又东行，至鸟潭，始有柳，而水草丰美，有席鸡草尤美，而本大马食不过十本而饱。自鸟潭入大山，行十余日而出，过一大林，长二三里，皆无疑，枝叶有芒刺如箭雨，其地皆无草。兀遇石拙杖于此，会诸部人葬得光。自此西南行，日六十里，行七日，至大山门，两高山相去一里，而长松风草，真情也会。有乌氏碑石曰：“林所也，勿欲入。”即诸部大人为执祭器者得入，入而门合。明日开门曰：“抛斩礼毕。”问其礼，皆密不肯言。乔所目见求数律藏德光等事，与中国所记差异，以而汉得罪被所。乔与不屈东之福州，福州汉所治也。乔等东行，过一山，名十三山，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。又东行数日，过魏州，有居人三十余家，盖契丹所掳中国魏州人筑城而居之。乔至福州，而契丹多连乔，教其逃归。乔因得其诸国种类远近，云据契丹国东至于海，有铁店，其族也居皮帐，而人刚勇，其地少草木，水咸浊，色如血，乘之久而后渴饮。又东
女真、善射、多牛、鹿、野狗，其人无定居，行矣。牛复物欲与则张革为屋，常作鹿鸣，呼鹿而射之，食其生肉。 PG 595。 能酿糜为酒，醉则覆之而睡，醒而后解，不然则杀人。右东南渤海，右东辽国，皆与契丹略同。其南海区有鱼言之利。右南西与契丹略同，而人好杀戮。右南至于榆关矣，西南至汝州，皆固汉地。西则突厥、回纥，西北至玉绝律，其人长大，矛头、酋长全齐发，甚以子囊的苦寒，水出大鱼，契丹养食。又多黑、白、黄貂鼠皮，北方诸国皆养足。其人嘴勇，邻国不敢侵。又其西狭夹，又其北单于突厥，皆与玉绝律略同。右北黑车子，善作车仗，其人之效益的平摩索产云契丹之先，常亦回纥后辈之走黑车子，始学作车仗。右北牛蹄突厥，人生牛族，其地由寒，水曰护河，夏秋冰厚二尺，春冬冰彻底，常烧气消冰乃的饮。东北至袜结子，其人毛手，披布为衣，不安而齐，大弓长箭，尤善射，遇人折杀而身食其肉，契丹等国皆畏之。契丹武其欲一袜结子，则皆散走。其国三面皆是为，一曰是为，二曰黄头是为，三曰兽是为。其地多铜、铁、金、银，其人工巧，铜铁珠器皆精好，善织毛锦的游寒，马逆制的成冰堆。右北狗国，人生狗首，长毛布衣，手捕猛兽，与为犬豪，其妻皆人，能汉语，生男为狗，女为人，自相婚嫁，穴居时身，而妻女人时。云常有中国人至其国，其妻连之使逃归，与其住十余之，教其每走十余里一一住。狗夫追之，见其家物，避嫌而归，则不能追矣。其说如此。又曰：契丹常选百里马二十匹，遣十人机干十少北行，穷其所见。其人自黑车子，立牛蹄国以北，行一年，今四十三臣，居人多以木皮为屋，其语言无异者，不知其国地山川不足名号。其地气遇平地则温和，山林则寒烈。至三十三臣的一人，能铁电语，其言颇可解。云地名协力乌于邪眼，云自此以北，龙蛇猛兽，魑魅群行，不可往矣。其人乃骸，此北荒之极也。 PG 596。 契丹谓乔曰：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？然晋所以败者，主暗而臣不忠。因惧道诸国事，曰：子归西以与汉人，使汉人努力事其主，无为夷狄所虏，吾国非人境也。乔归，陆矣。为献鲁记云：契丹年号，诸家所记，传谬非一，莫可考证，为常见于中国者可惧也。
据耶律德光历尽高祖策文云，为天显九年，遂赐丙申。是岁乃晋天福元年，推而上之的唐天成三年戊子为天显元年。按《契丹附录》，德光与唐明宗同年而立，立三年改元天显，与慈政合矣。又据开运四年德光灭晋入汴，赐赦称会同十年。推而上之的天福三年为会同元年，是天显近十年，而十一年改为会同矣。为此二者，其具甚明，于皆不足考也。附录所载夷狄年号，多略不殊，盖摩所用，故不必备也。PG 597卷74四夷附录第三。昔本匈奴之别种，当唐之末，居阴凉川，在银府之西，幽州之西南，皆数百里，有人马二万骑，分为五部，一曰阿会部，二曰绰米部，三曰月直部，四曰奴皆部，五曰黑气之部。后徙居琵琶川，在幽州东北数百里的多黑羊马沿前蹄间闪走，其登山逐兽，下上如飞。契丹阿保机强盛，是为西皆服属之。西人常为契丹守界上，而苦其苛虐，西王去诸怨叛，以别不惜徙归州，依北山涉猎，常采北山涉乡，人参露留守光以自托，其足至数千丈，始分为东西西去诸之族，颇之耕种，遂借边民荒地种计，秋熟则来获，较之山下，人莫知其处，窜以平底瓦顶，主计为周以寒水解之而饮，去诸醋，子扫剌立庄宗破留守光，赐扫剌姓李，更其名少微，少微醋，子拽剌立同光以后，少微父子数遣使朝贡。初，少微娶契丹女舍利竹布鲁之姐为妻，后竹布鲁叛亡入西西，少微纳之。晋高祖入立，割幽州雁门以北入于契丹，是时少微与竹布鲁皆已死。耶律德光以力尽北归，拽剌营夜马前。德光曰：“非尔罪也，负我者，扫剌与竹布鲁耳。”乃发其目，粉其骨而扬之。后德光灭晋，拽剌常以兵从，其后不复见于中国。自去诸徙归州，自别为西西。而东西在琵琶川者，亦为契。PG 598丹所病，不复能自见云。土浑，本号土玉浑，或曰起伏干归之苗裔。自后魏以来，明见中国，居于青海之上。当唐至德中，为土藩所攻，不足分散。其内附者，唐楚之河西，其大姓有慕容、拓跋、赫连等族。义宗时，首领赫连夺为阴山府都督，与讨庞勋，以功败大同军节度使，为晋王所破，其不足一为，散处魏州界中。庄宗时，有首领白臣服者，依中山北石门为诈，庄宗为治宁朔、奉化两府，以陈福为都督，赐其姓名为李少鲁。中唐时，常遣使朝贡。
中国。晋高祖立歌雁门以北入于契丹，于是土浑为契丹一属，而苦其科报。是时安仲容正承德有意志，因遣人招土浑入塞，陈福等乃自五台入处中国。契丹耶律德光大怒，遣使者责俏高祖，高祖恐惧，遣供奉官张成率兵搜索并镇新代等舟山谷中土浑，驱出之。然晋亦苦契丹，思得土浑为缓急之用，因遣刘知远镇太原为辅之。中高祖时，陈福数遣使者朝贡。后初帝与契丹决盟，召陈福入朝，拜大同军节度使，待之甚厚。契丹与晋相距于河，陈福以其兵从初帝御鲁，是岁大热，土浑多饥死，乃遣陈福归太原，居之兰食之间。刘知远稍轻辱之，陈福谋父王出塞，知远以兵为其族，杀陈福及其大姓赫连海龙、白可久、白铁溃等，其养马资财巨万计，皆及没之，其余众矣。其别不亡一宗主之，土浑遂为不复见。初，唐以陈福之族为首土浑，常心中又有生土浑杜美儿来朝贡。美儿不知其国地不足，至汉干佑二年，又有土浑和贾喇来朝贡，不知为生首土浑，盖皆为不足考虑。鞑靼蛙蛇之一种，本在西契丹之东北，后为契丹所攻，而不足分散，或属契丹，或属渤海，别不散居阴山者，自号鞑靼。当唐末，以名建中国，有美香温、鱼跃香温、咸通中，从 PG 599。朱邪赤心讨庞勋，其后李国昌、客用父子为赫连铎等所败，常亡入鞑靼。后从客用入关破黄巢，由是居云代之间。其俗善，其射处多驼马，其军长不足名字，不可究见，为其长通。于中国者可见云。同光中都督哲文不数自河西来贡驼马，明宗讨王都于定州，都又契丹入寇，明宗召鞑靼入契丹界，以张军事遣粟州刺史薛敬忠以所获契丹团牌250级弓箭数百次云州深界。鞑靼盖唐常亦属之。长兴三年，首领携歌律其族400余人来赴弃于显德，常来不绝。党项西羌之一种，其国在与共西之之地，东至松州，西接叶户，南界春桑，北临土浑，有地3000余里，无城邑而有是屋，以毛计覆之。其人习盗窃而多寿，往往50-60岁。其大姓有细封氏、废听氏、哲氏、野利氏、拓跋氏为最强。唐德宗时，党项诸部相律内附，居庆州者号东山部落，居下州者号平下部落。部有大姓而无君长，不相统一，散处兵宁、陆延、灵武、河西、东至灵府之间。自同光以后，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。
明宗时，赵延编制场试马，诸夷皆入侍中国，而回谷党相马最多。明宗招怀远人，马来无奴状接受，而所受常过职，往来管给，道路备费。其美至京师，明宗为御殿见之，劳以久。时既醉，连袂歌呼，道其土风以为乐，去右后以次赖，遂号百万计。唐大臣皆患之，数以为言，乃照例就边场授马给职，指其来朝，而党项立其所得，来不可止。其在邻庆之间者，数犯边为盗，自河西回古朝贡中国，到其部落，折腰截之，执其使者，卖之他族，以一牛马。明宗遣领武康福、滨州要燕仇等出兵讨之，福等击破阿埋为西包勒强赖埋斯古伟及其大首领，连乡里巴萨王都统西纳埋摩，是欲起埋为西部等族，杀数千。PG 600人，获其牛羊巨万计，及其所劫外国宝玉等，悉以赐军事。由是党项之患少袭。至周太祖时，抚州党项倪也六倪乡王子、拓跋山等皆来朝贡。广顺三年，庆州刺史郭彦卿贪其养马，侵扰诸部，独野鸡族强不可进，乃诬其族犯边。太祖遣使招慰之，野鸡族苦彦卿不肯听命，太祖遣滨州折从阮、宁州刺史张建武等讨之。建武勇于立功，不能通移情，持军及野鸡族，杀数百人，而喜欲哲思杀牛三族。闻建武击破野鸡族，各以牛九犒军，军士力齐，勿反劫掠之。三族共诱建武军至包山、杜县，三族共击之，军头牙骨，死伤甚重。太祖怒，罪建武等，选梁吏为庆州刺史，以招抚之。其他诸族散处上边界上者甚众，然其无国地，君常故莫得而祭赐云：突厥国地军事不足，名号物俗，见于唐者矣。至唐之末，为诸夷所侵，不足为散。五代之际，常来朝贡。同光三年，魂解楼来。天成二年，首领张穆进来。长兴二年，首领杜阿熟来。天福六年，遣使者薛同海等来。凡四至，其后不复来。然突厥于时最为，又来不属，故其军常使皆失不能济。吐蕃国地军事不足，名号物俗，见于唐者矣。当唐之盛时，河西、陇右三十三州、凉州最大，土沃物繁而人富乐。其地以马，唐至巴间，牧马30万匹，以安西都护府羁縻，西域36国。唐之军镇监务300余城，常以中国兵更数，而凉州置使节度之。安禄山之乱，肃宗起灵武，西赵河西兵复难，而吐蕃陈顼攻陷河西、陇右，华人百万皆陷于虏。文宗时，常遣使者至西域，建干、凉、瓜、沙等州城亦如故。
而献鲁之人见唐使者，夹道迎呼，涕泣曰：“皇帝犹念献藩人，敏否？”其人皆天宝时献鲁者子孙，其语言稍变，而衣服犹不。PG601。改。至五代时，吐蕃已微弱，回鼓、党项、诸羌夷分清其地，而不有其人民。直中国衰乱，不能服有，为干、粮、瓜、沙四州，常自通于中国。甘州为回鼓牙，而粮、瓜、沙三州将立，尤称唐官，数来请命。自梁太祖时，常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，而观察甘、肃、威等州。然虽有其名，而凉州自立守疆。唐长兴四年，凉州留后孙超遣大将拓跋陈谦及僧道士其老杨通信等至京师求经节，明宗问孙超等世家。陈谦曰：“吐蕃县凉州张掖人张议潮募兵及走吐蕃，唐英以议潮为节度使，发运周兵2500人数之。唐亡，天下乱，凉州以东为突厥党项所隔，运兵遂留不得返。今凉州汉人皆其庶人子孙也。”明宗乃拜孙超节度使。清泰元年，留后李文谦来请命。后数年，凉州人逐出文谦，领武冯辉遣牙将吴继勋代文谦为留后。是时天福七年，明年晋高祖遣荆州押牙陈延辉赍诏书安抚凉州，凉州人共结刘延辉，立以为刺史。至汉影帝时，凉州留后哲不加师来请命，汉即以为节度使。加师土豪也。周广顺二年，加师遣人士马京师因来请命帅。是时枢密使王俊用事俊故人深师后者，少其盗贼，为兖州牙将，与俊相友善，后俊贵师后必依捧手。日后俊出拜马前，素以饥寒，俊未有一发，而家师等来请帅，俊即谏言：凉州深入夷狄，中国未尝命立请募律府律供奉官能往者，月余无应募者，乃奏起师后为左卫将军，以而拜河西节度使。师后至凉州，奏见押牙副使崔虎兴、杨飞谷首领沈念班等及中国留人子孙王廷翰、温崇乐、刘少英为将吏。又自安国镇至凉州，立三州以控扼诸羌，用其求豪为刺史。然凉州一下杂处，师后小人，不能抚有。至世宗时，师后留其子而逃归，凉州遂绝于中国。独瓜、沙二州中五代常来。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凤，字号金山白衣天。PG602。子至唐庄宗时，回鼓来朝，沙州留后曹义经义遣使赴回鼓。以来，庄宗拜义经为归义军节度使、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。晋天福五年，义经卒，子元得立。至七年，沙州曹元忠、瓜州曹元深皆遣使来。周世宗时，又以元忠为归义军节度使，元恭为瓜州团练使。其所贡挠沙、
羚羊角、波斯锦、安息白钱、金星矾、胡同绿、大蓬沙、耳鹤、玉团，皆因其来者以名见，而其簇立是次，使皆失其迹，而吐蕃不见于粮食。唐天成三年，回谷王人欲来朝，吐蕃亦遣使复以来，自此数至中国。明宗常欲端明殿见其使者，问其牙帐所居，曰：西去荆州二千里。明宗赐以狐皮、人衣、章，皆披以拜，尾身婉转，落其毡帽，乱发如蓬。明宗及左右皆大笑。至汉隐帝时由来朝，后遂不复至，使亦失其军事云：回谷为唐宦尤甚，其国地军事务俗见于唐者矣。唐常以女妻之，故其事以中国为旧。其国本在梭陵水上，后为侠贾思所侵，喜天德、正武之间，又为石雄、张仲武所破，其余众西徙，亦属吐蕃。是时吐蕃已陷河西、陇右，乃以回谷散处之。当五代之际，有居甘州、西州者常见中国，而甘州回谷数至，由呼中国为旧。中国达以诏书一呼为生。梁干化元年，遣都督周义言等来，而使不见其君常名号。梁拜义言等官爵，遣左监门卫上将军杨爪押领还藩。至唐庄宗时，王仁美遣使者来，共御马，自称全知可汗。庄宗遣司农卿正绪持节策仁美为音译可汗。是岁，仁美促其弟弟盈利遣都督安迁享等来。同光四年，狄盈促阿多玉立。天成二年，全知国事王仁玉遣李阿山等来朝。明宗遣使者策仁玉为顺化可汗，晋高祖时右侧为奉化可汗。阿多玉不知其为狄盈亲疏，亦不知其力促，而仁玉弃五代常来朝贡，使亦失其迹。其弟出狱，毛绿野马 PG603 毒蜂驼、白雕鼠、羚羊角、挠沙、瓦纳奇、金刚钻、红岩记蝶逃途之格。其弟以白麦、青飞麦、黄麻、葱酒、胡荽以坨坨根而种。其可汗长楼居，七号天公主，其国相豪妹陆都督见可汗，则去冒被发而入以为礼。妇人总发为祭，高五六寸，以红绢囊之，计价则加毡帽。又有别族号龙家，其俗与回纥小异。长兴四年，回谷来献白骨一连，明宗命解谢放之。自明宗时，常以马氏中国，其所积宝玉皆属县官，而明范进为侍者，辄罪之。周太祖时除其境，明德与回谷私事，御驾由此备见。显德中来献玉，世宗曰：玉虽宝而无益，却之。于田国地军事务俗见于唐五代乱世，中国多故，不能抚来四夷。其常自通于中国者，仅以明见其军事终始皆不可知。而于田有远，去京师万里外，其国西南近葱岭，与婆罗门为邻国，
而相去游三千余里，南接吐蕃，西北至疏勒尔，千余里。晋天福三年，于田国王李胜天遣使者马季荣来贡红颜、玉、金、牦牛尾、玉钱等，晋遣供奉官张匡业、贾宏、卢清、张武军节、杜判官高居惠为判官，册胜天为大宝于田国王。是岁冬十二月，匡业等自临州行二岁至于田，至七年冬乃还，而居惠颇记其往父所见山川诸国，而不能到胜天是次也。居惠记曰：自临州过黄河，行三十里，始射杀入党项界，曰系腰杀，神典杀，至三公杀，宿月之都督帐，自此煞行四百余里，至黑宝沙，沙有广，遂登沙岭。沙岭党项崖也，祈求曰：碾崖天子。渡白亭河至凉州，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，甘州回谷崖也，其南山百余里，汉小月之之故地也，有别族，号鹿角山沙陀、云珠耶氏之彝族也。自甘州西，始涉契，契无水，载水以行。甘州人叫进使者坐马蹄暮色，暮色四翘，马蹄一凿四翘而坠之，驼蹄则包以毛皮，乃可行。西北五百里至宿州。PG 604。渡金河，西百里出天门关，右西百里出玉门关，今吐蕃界。吐蕃男子关中国貌，妇人便发，带色色珠、云珠之好者，一珠以一两码。西至瓜州、沙州、二州多中国人，闻晋使者来，其次使曹元生等交迎，问使者天子起居。瓜州南十里鸣沙山，云东夏殷殷有声如雷，云雨共流沙也。又东南十里三围山，云三苗之所窜也。其西渡都相合曰阳关，沙州西曰仲云，其崖杖居葫芦气。云仲云者，小月之之一种也，其人勇而好战，瓜杀之人皆惮之。葫芦气，汉明帝时征匈奴，屯田于吴卢，盖其的也。地无水而常寒多雪，每天暖雪消，乃得水。匡业等西行，入仲云界，至大屯城。仲云遣宰相四人、都督三十七人后进使者，匡业等以诏书未遇之，皆东向拜。自仲云界西，始涉间气无水，觉得的湿沙，人至之胸以止渴。右西渡县河，伐称至水中乃渡，不然则县。右西至赣州，赣州于田所至也，在沙州西南，云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。又行二日至安军州，遂至于田。胜天衣冠如中国，其殿皆东向，曰金策殿，有楼曰七凤楼，以葡萄为酒，又有子酒、清酒，不知其所酿而未有美。其实金卧以密，素卧以烙，其衣不薄，有圆朴花木，俗喜贵神而好佛。胜天居处，常以紫衣僧五十人列士，其年号同庆二十九年。其国东南曰瀛州、泸州、梅州、
其南迁三百里，曰豫州。云汉张骞所穷河源出于田，而山多豫者，此山也。其河源所出至于田分为三，东曰白豫河，西曰绿豫河，右西曰乌豫河。三河皆有豫而色异，每岁秋水河，国王捞豫于河，然后国人的捞豫。自灵州渡黄河至于田，往往见土翻足杖，而于田常与土翻相攻结。匡业等至于田，甚天颇，则峭之以邀示曰：“匡业等还。”甚天又遣都督留在深县御千金及御印将魔楚等。汉干佑元年，又遣使者王之夺来。PG 605。高丽本服于人之别种也。其国地军事建于唐，比他夷。敌有姓氏，而其官号略可晓其意。当唐之末，其王姓高氏。同光元年，遣使广平侍郎韩生一副使春部少卿仆言来，而其国王姓名，史诗不记。至长兴三年，全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，明宗乃拜见玄兔州都督，充大义军使，封高丽国王。建高丽大族也。开运二年，建促子武立。甘佑四年，武族子昭立。王氏三世，中五代常来朝贡，其力也必请命中国，中国常忧达之。其地产同银周氏宗时，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侍同于高丽以铸铁。六年，召遣使者共黄铜五万斤。高丽俗知文字，喜读书，招进别序孝经一卷，月望星义八卷，黄陵孝经一卷，孝经词图一卷。别序序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，月望星义以月望为问目，若经正义黄陵数延年辟谷，词图载日时星变，皆不经之说。渤海本号瓦舌，高丽之别种也。唐高宗灭高丽，徙其人散处中国，至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治之。武后时，契丹攻北边，高丽别种大起，起众项羽瓦舌酋长其四比羽走辽东，分王高丽故地。武后遣将即杀其四比羽，而起其众相亦病死。众相子作荣立因病有比羽之众，其众四十万人，聚一楼，陈于唐。至中宗时，至乎汉州，以作荣为都督，封渤海郡王。其后世岁号渤海。其贵族姓大氏。开平元年，国王大英撰遣使者来，起显得常来朝贡。其国土物产与高丽同。英撰是次立促使失其迹新罗便含之一种也。其国地军事物俗见于唐。其大族曰金氏普氏，自唐高祖时封金征为乐浪郡王，其后世常为君长。同光元年，新罗国王金普因遣使者来朝贡。长兴四年，全知国事金普遣使来，普因普氏赐促立，使皆失其迹。自 PG 606。晋以后不复制。
黑水蛙蛇，本号物极。当后魏时建中国，齐国东至海，南界高丽，西接突厥，北临是为盖素盛世之地也。其众分为数十部，而黑水蛙蛇最处其北，由晋汉无文字之际，其兵剿攻苦使。同光二年，黑水兀而遣使者来，其后常来朝贡。自登州泛海出青州。明年，黑水胡独陆亦遣使来，兀而胡独陆若其两部酋长，各以使来，而其不足，是次力促，使皆失。其计至长兴三年，胡独陆促子陶李花立常请命中国，后遂不复见云。南诏蛮见于唐，齐国在汉故永昌郡之东，瑶州之西。西宗姓蜀，木能使南诏者的宗室子李龟年及徐虎，虎之矮，乃以龟年为使，虎为父，矮为判官，使南诏。南诏所居曰居止城，龟年等不至居止，至善产，得其药曰与唐为深酒。西宗许以安，化公主妻之。南诏大喜，遣人随龟年求公主，以儿皇朝拜，收赴长安。西宗东海，乃至同光三年，魏王季及及郭崇韬等破蜀的王偃时所服南诏蛮数十人，又得徐矮自言常使南诏，乃矫诏还其所服，遣矮等持金帛招抚南诏，欲以威德，南诏不纳。至明宗时，齐州山后两陵百蛮都鬼主，又五位大将军李悲婉遣大鬼主傅能贺华来朝贡。明宗拜悲婉应远将军，又以大渡河南山前琼州六姓都鬼主淮安郡王务定骠沙为定远将军。明年遣左金吾卫将军乌昭远为入蛮国信使，昭远不能达而还臧科蛮，在陈州西千五百里，以耕植为生，而无陈郭聚落，有所攻击，则相屯聚，克木为器。其首领姓谢氏，其名见于唐。至天成二年，常一至，其使者曰青州八郡刺史宋朝化，官待如中国，共草豆蔻二万个，朱砂五百两，蜡二百斤。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的产羊马，其人追迹显足。PG 六百零七，披毡，其首领披虎皮。天成二年，常一至，其首领号昆明大鬼主罗甸王、普漏晋王九部落，各遣使者来。使者号若土，赴臧科以来，战城在西南海上，其地方千里，东至海，西至云南，南临真脑，北抵欢州。其人俗与大石同，其甚象马，其食稻米水饲山羊鸟兽之奇稀，孔雀自前世未常通中国。显德五年，齐国王英德曼遣使者蒲喝散来，共猛火油八十四瓶，蔷薇水十五瓶，其表已被多叶疏之，以香木为寒，猛火油已洒雾，得水则出火，蔷薇水云的自西域已洒衣，虽避而相不灭。五代四一见中国者，远不过于田、
战臣使之所计，其西北颇降，而东南游略，盖其远而罕至，且不为中国利害云。